Jose Belicious from Cash Money on the beat. For promotional, educational purposes only. This is Lao Zhang Zhang Bob, aka Daddy Chan, you heard me? Check it. 玩联盟 Daddy 过瘾，联盟 Daddy 过瘾，网络时代全都艺术家，全都过敏。玩联盟 Daddy 过瘾，联盟 Daddy 过瘾，智能时代电脑成了艺术家，咱曾作品。从自拍玩到进化成了 PS 改换颜容，到整形打的泌尿酸下鸡巴折腾脸孔。如今智能的发达，不再需要让您眼疼，卡通数据化，你们脸谱全都 BB 上了联盟。以前想要变成卡通人物，还得花钱找人雇，今儿的艺术家都准备盖自个的老坟墓。美图变成美拍，是否联盟也能找门路？图像变成动画，腾讯赶紧升级门户。用脑波控制电脑，这科技善意降落。是否未来拍电影用冥想也能自个创作？看纸笔成了古董，全手机电脑上握。那脑波取代手动拍，是被淘汰岂能放过？哎，很多更爱动画，觉得比真人更加实在。那可见虚假操心是否填满了咱这时代？我并非指那外在，但面向由人心造。要我说，每个人都有那潜力让人尖叫。联盟联盟 master， 联盟联盟 master， everybody in this era is internet artist。 联盟联盟 daddy， 联盟联盟 daddy， instead of raining down money I'ma paint your ass happy。 玩联盟 daddy 过瘾，联盟 daddy 过瘾，网络时代全都艺术家，全都过敏。玩联盟 daddy 过瘾，联盟 daddy 过瘾，智能时代电脑成了艺术家，咱成作品。我预言第二段有人将联盟几张领导，若连着也要和谐，我他妈撞墙不见明早。哥们支持国货，做着义工在行好，那钻石全在脚边兜着，不用到远处寻宝，让更多资金投资到那国产的研发。就像这些 BB 软件来自腾讯和钱家，卖萌几张脸谱，我免费让您过瘾。微信朋友圈里铺着老张做的作品，看以前得到城隍庙，现在全都数据化。哪天来个 3D 打印，狂暴订单陆续下，要么机器克隆屏来帮你数一架子，那更牛逼的来几个智能娃娃让你放。咱还是别那么邪恶，卖卖萌也就够了，皮肤换个颜色，胖子也能化成瘦子，画得不像样的咱们也就瞎鸡巴的凑合，啦啦啦他化成干净，尽管你呀脚是臭的。联盟联盟 master， 联盟联盟 master， everybody in this era is internet artist。 联盟联盟 daddy， 联盟联盟 daddy， instead of raining down money I'ma paint your ass happy。 玩联盟 daddy 过瘾，联盟 daddy 过瘾，网络时代全都艺术家，全都过敏。玩联盟 daddy 过瘾，联盟 daddy 过瘾，智能时代电脑成了艺术家，咱成作品。